好，最近天气真的太热了，在大太阳底下上班、送货、送餐的民众真的都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台中警四分局黎明派出所有员警发现，怎么有一名男子手抚着左胸口，好像很不舒服。靠近询问，发现他脸色苍白，全身冒汗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现在还不会想吐，那吸气，吸气，用力吸气。哦，眼睛要睁开，眼睛睁开。用力吸气来，吸气。而当时发现的是特考班的实习员警，他赶快再通知其他员警来帮忙，同时拨打119叫救护车。原来这名徐姓男子是一名外送员，大太阳底下骑车送货，可能没有补充水分，结果身体出现了状况。员警不断提醒他保持清醒，要大口的吸气跟吐气。而这时也看到实习员警赶快再拿了一把伞帮他遮阳，警消到场后协助他上救护车，员警则是协助他联络家人。事后家属也对于警方及时伸出援手表达感谢。以上是我们掌握到详细资讯，镜头交还棚内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